系列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安装。6300使用了一颗365纳米的日亚 L 光源，同时绿色的按键为电筒的底部。6300使用了银红自主设计和研发的光学透镜。这是 SL6300 的光学透镜结构。我们使用光学透镜，通过光学透镜的转换，人为的去干预和调节紫外线强度，制造出更理想的紫外灯产品。SL6300 高级版本在38厘米处的紫外线强度，高达65000微瓦每平方厘米，这个是远远高于市面上其他同类型的紫外灯手电筒产品。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开启。关闭。同时6300采用了变焦的设计，可以人为的调节紫外线辐射区域的大小。我们拿一个测试石块检测一下。我们来监测一下 SL6300 的紫外线强度。监测的距离是38.1厘米处，同时为了保证数据准确，我们使用斯贝尔公司的照度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实时的紫外线强度是98毫瓦每平方厘米，即98000微瓦每平方厘米，接近10万。